我认为这个做神父就是一个教育工作。天主说让我们来造人，按照我们的肖像，这就是教育的本质。这个时候呢，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我的主教对我很好，我跟他讲，我说我不想考神学硕士，神学博士，我说考一个神学博士专门研究神学呢，为我没有意义，我在我不能够回国了，我考一个神学博士，这个神学博士没有用，除非欧洲有地方要请我去做老师，否则的话光是有一个头衔。那么他就问我，那你要考什么？他说本来你一个神父有神学博士已经很好了，你特别研究研究神学，就为你做神父，说不定将来做主教有用。我给他讲，我说主教啊，我不想念这个硕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国，所以呢我希望念教育。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这个做神父就是一个教育工作，对不对？我现在讲牧灵啦，或者复传的工作啦，它都是一个有教育的基本的训练的或者培育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很好，他就答应。那不过他说你可以因为已经会了意大利文了，就在罗马考一个，看看哪一个天主教大学里面有这个教育学博士学位，你可以做。我就跟我的院长，那时候的院长商量，我说我想好好的念这个教育学博士。我问他的意见，他呢，我这个院长呢，他同时是在这个传信大学做这个哲学教授，他会德文，那么他知道我的主教是德国人，他说差不多这个所有的美国的大学里面的哲学心理学多半都是从欧洲到这个美国的。所以他跟我说，他说你如果愿意念教育学，你最好去德国。这是那这位院长神父呢，他因为自己念哲学，他考虑哲学博士，而且他会德文，他知道德国的情形，他也知道欧洲的学术界的情况，所以他是意大利人，他说你最好念这个就是德国，不过他说一定先要你主教商量好，那么因为德国读博士学位呢，比较难。我许多同学呢，在罗马读书，他们升了神父以后呢，或者有的人去英国，或者有的人去法国，有的人去比利时，有的人去瑞士，不同的大学去考学位或者不考学位，看个人自己他的主教的决定。那么也有去美国的，那我当时呢没有我自己的主张，我自己的意见是我要念教育学。我觉得教育学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我懂得如何去栽培人，另一方面呢就是当年呢我知道这个胡适之先生，他把这个
他是优秀美国人，他把这个当时美国这个实用主义的教育学呢介绍到他大陆。那么我已经对这个大陆的这个教育的情况有一点认识。我不赞成这个，不喜欢这个 pragmatism。杜威，中杜威，他的中国名字叫杜威。杜威，他是胡适之先生把这个杜威的教育学呢引到大陆了，而且，很厉害，很流行。杜威也曾经到大陆去访问过中国等等。我知道他的教育学是，我天主教的信仰是敌对的。我要念这个教育学呢，我说我不去美国。那么这个主教，我的主教，我给主教讲，我都先跟我的院长商量好以后呢，我去德国。德国这个语文呢，我应该好好的学。可是我不怕，我当时自己学了一点意大利，自己是我会拉丁文，拉丁文马上我就可以用这个意大利文，很快的能够用意大利文读书谈话。其他的文字，其他的语文呢，都是为我当时这个就是法文跟这个英文。英文当时还不是世界语，世界文语文的是法文。所以在50年代、60年代时候，法文是外交用语，学术会议用语。那以后呢，这两个语文，这两个用途，英文呢也不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都是，这是做商人、做生意的人用，英文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慢慢的成为世界语，所以我对于去美国留学不感兴趣，那么另外我的主教他是德国人，我们教区呢也是德国圣言会士，所以呢，主教，我的这个院长呢很好，他考虑了很多以后，我跟他好几次商量这件事情呢，他说你可以跟你的主教写信呢，你愿意到德国去，他也帮忙我，愿意向我的主教报告我在这罗马这4年的读书的情况，等于帮助我能够取得这个主教的许可呢，同意呢我到德国去准备考一个这个在德国大学里面考一个这个 PhD in education。我能够解释什么是天主的形象，天主形象是什么意思，天主人按照天主的形象称为人有什么意思。我现在给你们用一个这个英文名词，这个英文名词是来自于拉丁文，就是妈妈，你们一定知道，你们两位一定讲到这个人的人有这个人之称为人呢，他的这个一个动词 formation， 这个 form 呢是拉丁文 forma， 就是形象，
formation 就是成为天主形象的那个实际的 reality。 你是人，所以你是按照 the form God's form 成为一个人，但是你是你自己。我是一样的按照天主 form， 因为天主只有一个 form， 所以我们成为人，这个动词呢是 formation， 所以天主按照自己的小像创造人呢，我们可以拿这个小像呢这个 form 这个字拿过来，所以任何其他的文字呢都有一个字叫做 form， 比方德国字。Built， 拉丁文是 forma， 那么拉丁文呢？你按照你成为一个人的话，你就是按照 divine form， forma divina， 你成为人。我呢，按照德文讲话呢是 build， 它叫 Bildung 就等于 formation。所以每一个文字都有一个字叫做 form， 那这个 form 是在天主上是唯一的一个 form， 可是我们人成为人呢，天主让我们成为人的话，我用哪一个话，它都有一个 form， 我们那都是成为天主的样子。所以人呢高贵的，为什么连中国人我们也会讲到说人是万物之灵，万物之灵是灵是什么意思呢？灵明，它有一个超越物质超越心理的样子，是神的样子。所以呢我们中国人讲法天，对不对？法天的正气，还加上正气。法天是什么？就 imitation。我们应该跟神一样，因为天主既然把我们造成人，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我们应该最后以不断的努力，最后我们像天主。所以呢，这个字很重要，这个 formation。因为它是从 form 来的，那现在，天主的 form， 我们不能够了解，可是呢，它是完美的，所以它是真善美圣，它不是有真理，它不是真实的，它自己就是真理，它不是说它很好看很美。它是美本身，它不是好良善很好，它就是好的本身。所以上主呢，它本身就是真善美圣。所以我们的人呢，也并不有天主的真善美圣的根。所以呢，从这个 form有 formation， 就是样子有成像成样子，形状成形状成形，所以你这个是艺术家，你造型，这个字你们都懂的，造什么形呢？你想的那个东西，比方说这个水壶或者茶杯，你要创造一个茶杯的时候呢？你先有一个你自己的想到一个 form， 一个形象，以后你把它变成真正的实体 real。所以这个行动呢，过程呢就是 formation。你一定先有一个想象，一个这个想象，这像就是 form。你思想，我要做一个水壶，或者比方过去我小的时候，可能你们都没有这个经验，有包袱，知道吧？
什么是包袱呢？是一块布，方布，对不对？有东西你把它放进去，有四角你提起弄起来，弄把它打个结，提着，对不对？现在呢，你有这个背包，这个背包呢是改良了，哎，不像当年那个一块布，你放东西在里面，以后你把这个布这里接一下，再来一下，提着这个东西。现在你把它放在背上，很方便，走来走去，这个东西提很不好。所以怎么样呢？就是第一次你做一个包袱的时候，你是 formation， 你有一个 form， 以后你做一个东西，以后呢，这个包袱以后变成背包了，这个叫做 transformation， 它变了，从一个形象变到另一个形象。所以教育呢就是一样的，教育工作就是让你成形，成什么形呢？跟神一样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的教育跟杜威的教育不一样，他会说教育是这个结果，那个结果，这个社会性的结果是一个这个种子，不是天主的形象的成功完成。所以天主教的教育是让你以这个人你有上天的形象，换句话说，你是一个小天主。所以我们教育跟任何一个不信神的教育家思想不一样的。那么比方我在教育生活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呢，这就是我按照我自己学到的这个教育学，我简简单单讲教育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 form 就行动起来的话，它是个过程，就是让一个人有西洋样子，什么样子？天主的样子。那么这个原来一个 form， 以后有 formation， 以后 information， 有 transformation 等等。现在 transformation 就是不是简单的一个，你后来让它又变成另外一个更好的或者差劲的，那是 trans 过去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水壶呢不是原始只有一个形，就是有一个瓶子也好，一个圆形的或者长形的方的都无所谓，那个是 accident。 本质呢它就是一个容器，长的、圆的、大的、小的，里面是空的，里面可以装东西。哎，那么人呢，他不是一个东西，他要有一个形象，什么形象？天主的形象。天主形象是什么形象呢？天主是真善美神，他是真理，他不是真实的，他是真理本身，他不是好看的，它是好看美的本身。它不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它神圣本身，真美善圣。所以辅仁大学的这个校训呢就是这四个字，上主是就是真理。所以耶稣说过，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所以你有你的 form， 可是你最后一定别人会讲，哎呀，这个
郁结他是天主，小天主，他是像天主那样的一个人。你的品格啊，你的品行是行动的，品格，你的格呢？你的格是你的风格，就是你的特色，你的特质呢？是你跟天主一样。你没有天主完美，你有始有终，你也可以变换，所以有个 trans 在旁边，你也可以 information。所以我在我写的那篇文章里面，以后就得到一个老主教的这个欣赏，就是郭宗主教，他有一天就他说主教，你写的那篇文章很好哎，我说我怎么好啊？他说。你就是你把你的学的教育呢，你用这几个字表示你表达出来非常好。其实呢，我想每一个人如果他看的话都会应该这样讲的，因为也天主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所以他有自己的形象，外在的形象他没有，可是内在的形象他有，就是他能够思想，他能够欣赏，他能够爱，他能够决定，他能判断，能决定，这种能力是神力，神力，所以我就找出来这个形象这个字呢，我在讲我说今天我们的教育是怎么样的一个教育呢？是 information， 就是有很多资源资选给你，你知道很多。博学多闻就是 information， 你常常是 information， 你是在一个形成你自己的这个过程里面。可是你 information， 你的 information 是什么样子呢？你应该是天主这个样子，可是你是不是天主的样子呢？这是你是不是能够真正是一个完美的人，像天主那样子的。所以这个行动的 formation、information、transformation， 这是我学教育学的。你这样说太好了。因为实际上现在的我们讲教育，讲这个教育的话，教育让人成型，成什么型都是 information， 很多资讯，这个也知道，那个也知道，哎呀，懂得很多，博学多闻。但是天主不是这样子创造你，他只是要你变成他那个样子。这是为什么中国人骂人说你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他讲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其实他真的是重复天主创造人的这个意义，你什么样子你该是天主的样子，你不像天主你什么样子，这应该是你这不像样，像什么样呢？水壶应该是像水壶的样子，对不对？假设你用一块泥捏一个像是这个水壶的样子，但是实际上里边都是不是空的，它不是水壶嘛，光是一个形状。可是你无论是玻璃的，你会塑胶的，你无论是木头的，只要是一个空的东西，你可以把水放在里面的，那都是这个。所以人能够好人坏人，哎，完美的人，差劲的人，各式各样的人，那教育呢是让我们像天主那样的人。所以我写这个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念了好多书，我后最后找到一个教授呢，我就跟他谈，老师，我要写这个论文，我要怎么写？写什么呢？第一个老师呢，他给我讲，他说：“你们中国的这个
公民，取得公民，是经过考试。我想你们的教育呢，多半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当秀才，当这个举人，当进士啊，以后呢状元、探花等等，你将来能够做大官。那你们中国人这个考试，是教育过程，你人受教育过程的重要的一个过程。你给我讲一讲，请你写篇论文，讲一讲你们中国考试的制度。我想来想去呢，我说，教授，对不起，我不会写。我离开中国，我没有受过这个传统的教育。你要我写一篇讲这个中国的考试制度，固然这是中国人教育人的重要的一个目的，一个方式，经过考试呢，我能够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啊，你在秀才是在乡间的一个地方，举人是在一个府里面，等到进士的全国，你是一个了不得的有学问的人，你会做文章，你会认字，你把你的胸中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博学东西，你发现出来，你能够让皇上钦点你为进士、为状元，你将来能够做官。我不会，我是同时教授，没有人能够指导我，你不懂这个东西啊，我随便乱写一通，没有意思，不要写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写一个你们德国教育历史上的一个大教育家。也不是一个教育家，我很想知道一个在欧洲啊，一个有天主教信仰的或者基督教信仰的人，你对于怎么样教育人要怎么做。所以我的博士论文，我说我不要写中国东西，没有意思嘛。当然，我也可以写，比方孔子讲人道，孔子人道呢就是天道，人是二人的关系，对不对？那么这个人呢，有人就问孔子说，他学生说孔子人是怎么回事？他说忠恕而已，又是在解释什么是忠，什么是恕。这就讲爱的问题了，所以人，中国话一个字有一个完美的这个，意义，人就是人道，人就是爱，仁爱。所以以后慢慢我们写仁爱呢，等等等等的。可他这个人就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的关系极致到什么程度？那是两个人的关系，就是他相亲相爱。你尊重我，我尊重你，我爱你，你爱我。同样的，人，这个天主教，不是天主教，孔子、孟子呢，他们把这个人道呢，就弄成五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师生，五伦，都是关系。什么时候你当老师，你能够让你的学生跟你学，学什么？学爱，懂得怎么爱，哎，那这个人就是你们就实现人道，你在他身上实现人道，你就是师生的关系，哎，你爸爸妈妈在你身上实现的这个他跟你的亲子的关系呢，那就是他的人道，最后还是一个爱。所以我就是这样想来想去，我要写这个论文呢，可以说是我自己想的，
什么是教育？教育是教你求真。教育是让你有爱的能力。求真是说，你找到真理，真理在哪里呢？还在爱里边。你跟别人相亲相爱，那里有真理。哎，你实践不实践，这是问题。所以呢，思想、行为，思想要你想什么是人道，行为是你做人道，实行人道。而且你这个想的跟你做的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够不一样的。所以，那么老师给我们那教书，让我们有知识，不是把一个苹果给我们，知识像是苹果给你啊，这就是知识。他要教给我们，我怎么样看到一个东西呢？我要追求它的意义。这个物质很简单，水平就是有一个东西，我能够盛这个水。碗，我吃饭的时候，饭菜我拿过来，我用它用在这里。可是人道呢？怎么成人呢？你是不是个人？你是你要成一个人，好人，理想的人，你要让别人也。你帮助他，让他也成人。你只能够帮助他，你不能替他成人。所以，苏格拉底斯他没有写书，耶稣也没有写书，孔子也没有写书。孔子怎么样？书而怎么说？书讲，他讲，他并没写。他没有写书，他是生而好古，古代的啊，教导他，他就问道于老子，对，他学什么？他最要学的就是人道，就是人要做人，人是个什么东西？你怎么样做成人？最后他会发现这个人字，两个人的关系，两个人的关系，你做好你两个人的关系呢，你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你们是媒体人，所以你没有你的有工具，对不对？你理想，你理想是什么？你要跟人家报道真理、爱、美，哪里有真，哪里有人有爱，你让大家知道。否则的话，你不是人，对不对？你完全不是人了。所以假消息，现在政府一天到晚说是他自己造假消息。所以，我学教育呢，当时不懂得有这么多道理，只是说，天主说，让我们来造人，按照我们的肖像，这就是教育的本质，让人都能够像神那样子。所以我是说，我做神父，我的工作就是要造人呢，影响人，所以教育工作为我是基本的工作。